接下来的原剧情在这里，两杯争斗。温子璇为了接近林凌风，去给林凌风的亲姐姐，也就是林妃进行妆容改造。不巧研磨胭脂的重要矿石丢失，温子璇巧用御花园的花瓣制作出了更加亲肤的胭脂花水。林妃经过温子璇的改造成功，获得了皇上的青睐。当晚就被翻了牌子事情，然后成功怀上了龙种。从此，温子璇深得林妃信任，林凌风也对她动了心。 一个胭脂水就把皇上擒了，皇上也太容易被吸引了吧？眼睛不要打断我，我们往下捋。等一下，兰妃呢？不是两妃争斗吗？兰妃不是二妃？这就是你的切入点了。不要忘了，江羽是属于兰妃的。如果你能顺利得到兰妃的赏识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应该把关注点从林妃转向兰妃，这样我就集结了所有的反派。聪明。反派联盟成立了。成立了。 你轻点砸，我准备好了。这什么新套路？你喜欢听故事吗？讲故事哄小孩呢。 这个故事呢，你一定会非常爱听。不是，能有小朋友，我还是不准来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。这个故事西伯利亚中毒都得老头子听腻了，能换一个？你先听我说完嘛。这个山和庙呢，并不是普通的山和庙，庙里呢住的也并不是老和尚。这个庙里住的呀。 非常有爱心的大魔王，而且是一个非常高的山上。先说正事儿，我要见兰贵妃。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刚才的无理行径吗？你不打算要你的武林秘籍了吗？先按我说的做。身为上宫爵的私言，想要见兰贵妃娘娘，并不是难事，但是你要见她做什么？ 改头换面，叶雅琛。Yeah, yeah,